卫星世界阿弥陀经。各位师父、陈弟兄，大家较早，咱阿弥陀经经中，甲咱开始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。这个七菩提就是七种，予咱进入觉悟境界的一条路，叫做七菩提。现在咱看七菩提内容，七菩提就是七种的觉。哈，就选择法的觉，选择啊信正法的觉哦。啊，精进之觉，咱唔通偏断，认真念佛。啊，喜觉咧，咱啊欢喜心，欢喜心上困难。咱若欢喜心咧，咱就会觉悟着。好，过来咧，独觉，独啦，独掉烦恼的觉。哈，下这个觉。咱来下掉三毒，贪嗔痴三毒，定觉坚定心，咱信心。啊，咱今日要来讲解独觉烦恼之觉。人伫世间呢，往往咱真济烦恼，啊，只烦恼呢，拢是咱上大个咱个产物，咱个产品，任何人抢袂走。这是咱的专利，所以咱人世间呐，短短几十年中间，有的一世人找烦恼在过，有的一世人找欢喜心在过，有的一世人在找颠颠倒倒在过，各人各人的因果业力无相像，所以佛在世间呐，四十九年中间，拢伫在甲咱。教咱如何除掉烦恼，得安咱的心，咱的心才安。所以佛祖四十九年中间，拢在讲八正道而已，唔是咱即卖所讲的遐尼济、遐尼济的法门，拢讲安咱的心、咱的心。咱心不安伫倒位呢？咱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咱就不安啊。真好嘢人。伊嘛不安，真善的人伊嘛不安，啊，有的表面在修行的人，哦，伊嘛是不安。那么究竟啥会当安呢？我嘛要真正烦恼，何我的安心会心安的呢？嘛是要真正我都心安啦。那比如咱台中道场，啊，咱世界和平的原点台中道场，咱即马已经破土了。啊，那真济啊，长官也来甲咱参加，啊，真济长官啊来甲咱共同来扶持，去全民念佛祈求世界和平、天灾永息。这个世界和平原点大中道场啊，那么这中间在去的时，我们要烦恼真济，我智慧也无够，啊，照重十方的智慧。经费嘛也无够，需要照常十方各位来扶持，这拢是咱大家，大家共同留一个世间的这好的妙法伫世间，留这好的一个宝贵的建筑物留伫世间，以后的人会当烦恼的时会当来遮祈祷，啊，那大家会遮来将烦恼等候归国神父王祥老祖，那么我如何来做？我嘛要烦恼啊！所以我发觉所有一切烦恼，第一家己找，第二是撇袂离的烦恼，第三呢，咱为着照着烦恼来自己的精进，啊，照着烦恼的代志，家己来努力来打拼来精进，那就考试联考，啊嘛是爱足侪足侪的烦恼啊。那么如何拄着烦恼呢？
只有努力去读书尔嘛，拍拼去读书。所以伫世间不同的烦恼、不同的人的境界、不同烦恼的因缘果报啦。那么当然啦，大家不同不同的享受，不同不同的领悟甲觉啊。所以咱这边独觉。除掉这个烦恼的觉悟，安怎除呢？这是咱上大上大的人生的课题啊！但是，哈、啊，咱人伫世间的烦恼，咱唔免挨挨杂杂，欢欢喜喜来接受，欢喜心来接受，迄是咱家己本来就有诶。只是个人排第一块排诶排者，那布袋花就排一块内底物件笑眯眯，你也叫去载咯。唔是在，迄是咱人世间的烦恼、咸酸苦涩，咱的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、生老病死，各种的苦拢排伫布袋啊！伫笑众生，你也叫钱？嘿，大家每个人拢有诶啦，所以迄、那个布袋花就排咧笑哈哈啦，笑哈哈。各位是方成利心，好佛法之妙啊！咱若了解以后咧，咱会欢喜心。我一届咧，哈、啊，将这个设计一个袋啊，啊，乾坤袋。我希望各位啊，每一工啊，你将烦恼拢甲写写，拢甲等伊抓落下底。你莫去遐看，你莫去遐看，莫去遐看的是啊，好、啊，你等了一个时间呐，我现在去遐看，摕一袋去遐看了啊。较早的代志都无啥物大代志啊！我是安怎都爱想到安尼，想起六大亲戚朋友拍歹感情，拍歹了了。吼、哦，这个兄弟啊，拍歹感情，动手拍歹感情，我哪有何必要安尼呢？小代志尔嘛，因为时间过去啊，你的境界已经精进，你的智慧已经精进，你的人生的经验已经精进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若有烦恼的人，我建议你，恁像这个一个箱啊嘛好，你将所有想到代志诶，这纸咧吼，纸咧，你甲写写咧，怎啊落咧，你一个落咧，你烦恼会解决掉。这是一个足好足好诶妙法啦，各位会使试看卖。啊，你会使将你所有发生马上笔记摕起，笔记写咧，写写咧，随个落咧，你免搁啊看。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，你很欢喜的，我拿起来看的时候，你会感觉面子，说说的，很抱歉，我当时怎会这样？咱一个，所以啊，各位，老祖教这个妙法叫做乾坤袋，乾坤袋，恁拢会用做乾坤袋，啊，恁嘛用将真济真济，迄个咧，乾坤袋无形的乾坤袋，排入阿卡达片，恁将所有的无欢喜的代志，你拢欢喜个接受起来。你讲啊，甲藏咧，甲藏咧，藏咧。你有一天，你阁慢慢阁想起来时，你阁提出来时，你才发觉啊，当时这呢好一妙法，我那无好法去用啊，无好法去领悟，无好法去欢喜心去面对。各位是方成利心，啊，咱传这个法，讲这个法来，你看。感觉无啥，事实，咱若捡一项啊，加减用，你一工，你就发觉哦，我即生无白行诶，我即间佛法难闻啊，我已经听着啊，人生难得，我已经得着啊，你深深去体悟，深深去领会着啊，所以啊，大家啊，咱爱有一个勇气，咱行落，啊，即使咱即摆哦，我感觉想我真正。想袂过，我想要自杀的时啊，你嘛将要自杀的原因，大家所去的，你去的人，写写写写，等你伫遐顶，无要紧。即使咧，咱自杀跳楼死，食药死，跳楼死的时，跳水死的时，你以后的人，哦，恁的仔仔孙孙，也是亲戚朋友，伫安单位，伊嘛会当了解到你的心境啊。所以这就乾坤袋嘛。但是，咱按写了以后，等了了以后，咱的欢喜心会走出来，咱的怨叹的心，咱就无去，化于无形啊。这是方法。天下间无人敢作对，天下间无人敢结冤仇，冤仇拢是家己结的，作对是嘛家己作对的。咱无智慧，无开悟，咱就家己作对啊。
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之中间啊，咱应该领悟领悟一寡人来世间是要做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要来求一个正确的路，要来找着真真正正的佛法，找着一只咱以后无量劫以后，吼、哦、到未来生生世世，咱会当得到心安住在的妙法，是啥？阿弥陀佛，念佛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你烦恼来时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一直个想烦恼冇去，但是嘴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已经将到这烦恼等入乾坤地来，对是咪啊？都等入了，你烦恼你过了煞。这是真不可思议的妙法。我提供给各位，这件法啊，传给各位啊，恁等下会当好啊用，恁现在以后你咪好啊用，啊你在。在家出家，任何一个环境，你拢会使利用。因为烦恼陆续直直来时，你爱去感恩啊！感恩就啥啦？你的护法神，咱的守护灵，守护灵啥？咱的祖先，会当等烦恼给咱的只有祖先尔，无别人。爱知影这個真理。当咱受到烦恼的时啊，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将烦恼等你乾坤地来，你是咪啊？这是不可思议的妙法啊！所以各位大家拢有烦恼，烦恼是咱的专利，烦恼是嘛是咱的权利，烦恼嘛是咱的义务。任何人甲咱抢袂走，任何人无法度甲咱夺去。所以烦恼叫做证菩提啊，证明着菩提道，证明着当时为什么佛祖会坐伫菩提树下，七暝七日伊毋起来，一心坐伫菩提树下呢？一心做反省忏悔的工课呢？这就证明着当时佛祖是安尼，伊要伫菩提树下，为什么要受这个这个苦恼呢？这就要领悟着人生的真意啊！所以咱大家那有烦恼的时候，我建议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时时念佛，你会将足侪烦恼化为无形。你时时念佛啊，你会将一挂真侪真侪烦恼颠倒梦想的代志，做一个真大化小，小化都无去啊！啊，复杂的代志化作简单的代志，简单的代志化作无去，本来就会发生的代志，本来就唔是咱的，本来嘛是咱的。哦，是啥物咱的？因为这个大自然会发生个代志，你是安尼杀只落个头壳来，你就要个哦烦恼安尼颠颠倒倒。哦，是啊，本来嘛是咱的，你既然个杀落个头壳来，落个心肝来，就咱的啊嘛。你先提袂走，别人提袂走，别人嘛无在个抢，嘛别人嘛无在个模仿，所以咱是世间上尊贵啊，不可算。不可算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就是安尼，叫做不立文字，不立文字，相相关的境界，就免用文字写，你写嘛写袂赴，写嘛写袂清楚，只有家己去想，家己去领悟，家己去体验，你才会详详细细去了解啊。各位是方圣弟子，还有佛法之妙啊！咱若是会当悟到这个真理的时，你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的快乐啊！所以啊，咱真侪有在咧修行的，包括我真侪弟子，我叫伊读经册啊，老师啊，不离不离，吼、哦，我哎、欸、搞错啦！你还未开悟啊？你爱看文字、看经典、看人经验的人，哈、啊，过去修行的经验啊，然后呢，你才好啊去这依照这方法开发你一条路出来啊。哪有我点到我坐着想心痛？无可能的代志，空虚梦想、颠倒梦想，头壳破去的去，这徒弟啊，我当作嘛干嘛？啊，自古以来嘛，搿个慧能老师、慧能大师呢，伊会得着安尼尔。所以我前一站嘛，到大陆，啊，到大陆咧，啊，去朝圣的时，啊，我揸着，啊，这个一间风水面面馆啦，啊，我揸着一套咧，去送，好多，遐一挂有关的，遮一挂有修行的人，我送好的时啊，啊，伊看到，哈，老师啊，我吼，这条都，我这，我足欢喜的，我打字，任何一篇，我变起来。然后这边变起来，都会当解决着我的烦恼。然后这边变起来，都是我的烦恼在内底。结果你将我的烦恼呢，
你甲消毒起，消灭，我你嘛是爱看。你若无看，你今无法度消灭这个烦恼啊。所以我因咱大师咧，易经风水面面观咧，吼、哦，这本书咧，吼、哦，咱咧，这个都啊，已经出来，吼、哦，已经写有四集啊。咱若是啦，你若各位若有需要者，咱会用来咱台中道场，吼、哦，台中市文心南路啊，这个咱的台中道场诶，还咱来遐用请，啊，也是用去台北，咱的功德会总会用请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足济烦恼人，啊，照各种的文字来消毒啊，消毒咱的烦恼。咱有智慧，有知识，有智慧者，咱才有法得将这个啊烦恼除掉。咱要除掉烦恼，一定爱冷冷静静去看，然后爱静静家己看册，看啊各种的妙法以后咧，才有法得可能解除咱的烦恼啊。咱今时间呢，我来解就解这段了。